笑，大仙不闹。莫不来，我其实还是想跟你们展示我的防爆，一步低调，一手防爆后裔推荐给大家，学了这手防爆后裔的嘎嘎乱杀，好吗？相信我，不要带闪现。那这把得上，语音没办法，我已经预感到上路一定是一打二，我线我都懒得抢。这个钟馗不露，他躲在这个草里面，以为我不知道。啊，他不在这个草里面，我直接把手机给吃了。你点来看，啊，钟馗露头了。Show time！ 这个钟馗，谨慎了呀，也是被别人抓怕打怕，一级倒下，疯狂送医血，那是历历在目。好，我这个大招会给，会给吗？给，为什么不给？嘿，还不明白？跟我。你很酷，灵性，跟着往前冲！我的闪现只有往前冲，不在低点。大胆，大胆，帮我控控，一往无前。胆敢退缩一步，那还玩个舌头意？一往无前，他要干嘛啊？为啥要这样？懂事一点，懂事一点。一往无前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吗？嘎嘎乱杀带飞，你是不是那个张大仙啊？我不后羿，对不对？啊，是是是我，好兄弟，没想到我的声音你还是知道的呀，爱了爱了爱了。大仙哥哥带我赢了，大仙哥哥，尽力尽力，我的好兄弟，我这可打得真是乱，兄弟要炸一波了吧？我都看不懂，看不懂怎么回事？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